每次我唱这首歌都会想到那个老人家的皱纹，还有那个他手上的年轮，年轮，然后他的笑容，年轮，年轮不是树才有，好不好？想到部落的那种感觉。下一首歌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最佳女主唱苏珊。进入第七年这样，然后我是两年前就是在一个意外当中就很巧妙的加入他们这样，然后这首歌其实就是一首很有名的一首诗歌，然后他一直都陪伴着乐团，然后也成为乐团的信念这样。其实不管我们未来的道路会如何，但是我们都持续带着我们相信的那个信念前进，那我们相信这个信念会带领我们走到哪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就是依靠着这样。那这首歌叫做《我知谁掌管明天》，然后就送给大家。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时刻安然度过。我不求手机就可以打开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有白色跟黑色，黑色站那个露一下，蛮好看的，因为蛮好看的。Music， 对。好，转过去，后面有我们的 logo。好的。一定要上网支持，好不好？我们就160件。好了，延续刚苏珊唱的那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也是我们写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之后》，然后也是。我们认为一直支持我们的力量，一直在我们心中，这样子不会变。
分享给你们这首歌叫之后。谢谢。